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，不管男女，50岁后若还有3种表现，你可能被长寿护住了。表现一，腿脚无疾，活动自如。俗话说人老腿先老，如果50岁后你还行动自如，腿脚灵活，那么说明骨骼肌肉都还不错，那么对延长寿命有帮助。表现二，没有三高问题。大家都知道三高是什么吧？他们呀可以说是健康的定时炸弹了。那50岁后你没有三高问题的话，长寿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哦。表现三，睡眠好。睡眠跟寿命也有很大关系，如果睡得好，身体的各个器官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修复和调整，那么身体也会健康长寿哦。那除了上面的这些表现，想要长寿还要注意多锻炼，保持好的心态，同时在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才行哦。